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啊。那今天拆视频啊，拆箱啊，对，单号六个面哈。我先把箱子摆好位置。好臭啊，真的，太臭了。你是哪只臭了？我操，闻到好多臭呢。哦，这有只死的。哦，是这只臭了。看我的吧，你帮我扶一下。有盖子，拿盖子顶着就行。哎呀，你的小脑袋！下去16只。对，然后把盖子，把这袋子打开，我喂蛇了。嘿咻！操，这道蛇消化不良，不干。把鸭鼠夹出来扔掉。加上好像蜕皮，要不不理他了吧？不管你了，你再蜕皮一句。这只几只大的吧？因为你们还有只老鼠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对对，哎，它好像这蜕皮终于吃了，但是这只你们也知道它吃饭特别的慢啊，看过它吃饭都知道它吃饭特别的慢，刚才它把吃的菜给吐了，非常的恶心，所以我们不管它了。嗯，我们管我们的蛇。对，哎，真的是太冷了。嗯，先把老鼠取出来，是吧？袋子取出来，我突然有点害怕。哎呀，你在这儿，别进去了。嘿嘿嘿，闻。然后我们让蛇攻击我。好的，它吃完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插箱子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箱子我刚才拿牙刷里里外外刷了几遍，对，我们现在要来把它这个用布擦一下，对。至于为什么要擦一下呢？因为这个我们要放的玉米芯儿垫材它是干的，如果它或者是吸水的，吸水太多的话，对这个箱子，我操，这个箱子蛇箱好沉。不是蛇箱好沉，是那个，看到没？那个是那个箱子很沉，对，它里面都是垫材，对，可以这样子。好的，干了，嗯，我们现在往里放垫材。然后我们弄着电台，这个蛇开始吃饭了。我靠，它
他们总是喜欢出其不意，你知道吧？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可怕。哇，不公平的，吃完了。好吧，他大概吃的差不多也就这样了。对，他再吃的话，我必定抓得到。对，我不能去嘚瑟，对，嘚瑟他咬我以后怎么办？我们来先把这个滑鼠放进去。滑鼠，我就给他起了名字，叫什么来着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我自己都快不记得了。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弄上，对，然后屏幕缩小，然后把它放在这边，盖子盖一边行，留小一边吧。哎，我忘了件事情，我先把这个擦一擦，对。这个就放里边吧，而且露露，就这样放着。哎呀，烦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把它放进去。先拿舌头，我就先拿好根大牙，太可怕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，怕它听不听我的话呢？它现在非常的害怕，好吧？我这舌头尽量不伤害到我的天，它太沉了！我的妈呀，你知道它有多沉吗？我的舌头都支不起它，知道吗？我的舌头支不起它。哎，你夹在那儿，别往这边跑，别往这边跑，好不好？哎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哎，听话。对对对，那细纹最近变温顺了很多。进去，好的啊。进去，好的。我们先把盖子盖上，然后放个水盆给它。水盆。好的，我们就用这个来装水啊。我们来先开盖子。亲爱的，不要咬我哈。嘿。往里推一点，这东西有个东西是什么？嘿嘿，好的，盖盖。我们现在视频其实已经拍了30分钟了，是不是你没有发现？对，它真的拍了这么久，所以说，那这期视频到此为止吧，哈哈哈哈，再见，是不是？